有网友在法国偶遇梁朝伟和刘嘉玲，并分别与二人合影留念。照片中，二人穿着 T 恤，搭配同款牛仔裤，佩戴情侣款墨镜，休闲惬意。夫妻二人还与好友一起在中餐馆吃饭，以这种方式在街头秀恩爱，难怪网友可以在人群中一眼认出他们，并称赞刘嘉玲的气质真的不能再赞了，伟仔光是背影就能迷倒一大片。据悉，6月27号是梁朝伟57岁的生日，网友们猜测两人是在法国一起庆生。此前，刘嘉玲曾说过，她和梁朝伟爱情长跑20年，加上结婚10年，一共30年，可以保证两人感情不变的东西就是信任。现在的他们30年如一日，依旧让人羡慕不已呢。芒果拉新闻，姥姥在这里祝生日快乐，巴达。